嘅練習。咁我哋今日嘅練習咧就會包括一個 pranayama， 即係呼吸練習，咁就叫做 kapalabhati， 頭腦兩化呼吸式。咁我就好快示範俾大家睇先。咁因為到我哋真係練習嘅時候就可以無間斷啦。咁呢個呼吸嘅方法咧都從個鼻去做嘅，吸氣嘅時候係自然從個鼻吸氣，呼氣嘅時候咧我會從個肚皮去泵個呼氣出嚟嘅喎，咁就好似咁樣嘅。你可以見到啦，我呼氣嘅時候咧，我個肚皮係喐嘅，但我個膊頭就唔喐啦，好冇？好，咁我哋開始，我哋揾一個舒服嘅坐姿先，喐下鬆下，點樣都得。當你覺得係時候準備好安頓落嚟，就可以做幾下有意識嘅呼吸。帶翻你翻嚟當下嘅呢一刻嘅，感覺到我哋身體嘅重量，亦都留意到身體下邊嘅地下，亦都感應到身體同個地嘅接觸點。漸漸將我哋嘅意識同埋能量轉翻內，向翻內，我哋觀察我哋自己嘅呼吸，自然嘅，咁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做卡巴拉巴提。咁我就唔會話俾你聽幾時吸氣幾時呼氣，反而會話俾你聽幾時開始同幾時完，你就自己去決定究竟要泵得幾快同埋有幾大力啦。當你覺得準備好去做呢一個呼吸練習，首先從個鼻自然咁呼氣，鼻吸氣開始。自然的呼吸，可以做几下深呼吸先。ground 翻自己嘅能量，因为通常咧呢个呼吸嘅方法咧，会令到个能量咧好活跃嘅。揾翻一个你觉得适合你嘅呼吸方法，长度啊，深度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張開眼睛，跟住下個吸氣，我哋舉高雙手，伸個懶腰，呼氣，右手放 hip 嘅隔離，我哋向右方向伸展，定落嚟，研究下要伸長幾多，要著地幾多，保持喺度，三、二、一，左手臂撥向前頭。跟住左手板放喺盆骨隔離，右手臂過頭 ，stay 喺度。hold 住三、二、一，做快啲啦！右手撥向前頭，跟住左手臂過頭，然後左手臂撥向前，右手臂過頭，隨住自己呼吸繼續做。我哋仲有五、
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跟住坐直嘅人舉高雙手，然後手指放喺身體後邊或者放磚頭嗰度，將個膊頭 roll 開佢，然後將個肋骨最底嗰點咧拉高嘅，胸口中間想連到天花板，保持喺度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氣嘅時候結束呢個形狀。跟住嚟到桌式，手腕膝頭光電到地，留意到膊頭喺個手嘅正上高，而膝頭光喺個 hip 嘅下底嘅。由呢度咧，我哋會咧鬆下我哋嘅脊椎嘅神經嘅。咁點樣做呢？我哋會褪向前嘅，但係褪前嘅時候，我哋耷低個頭，跟住褪翻向後咧，就昂高頭嘅。褪前耷低頭，褪後就昂高頭。咁呢個動作咧，其實咧就都我哋幾常做，但有少少唔同咯。不過我哋做嘅時候咧，褪前係望向天噶嘛，褪後先至耷低頭。而家會做翻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喐動啲肌肉啦、筋膜啦，我哋嘅主要目的咧係想咧喐動下、伸展我哋嘅神經嘅。咁所以褪前記住耷低頭，褪後我哋望高頭。還有五，手臂計起數目字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幫我哋找回我們的下斗式先，單位飛先多。有啊，把下鬆下，自己揀。仲有三、二，定一個下角色度先。感覺到手長嘅，腰又伸長，腳又伸長，腳踭重，墜向地。有可能實質個腳踭未必掂到地下，唔緊要，可以曲起少少膝頭哥，等我哋個膊頭咧可以保持一個打開嘅狀態。到吸氣啦，褪向前做平板式 plank pose， 跟住呼氣落地，一係四柱式又好，或者膝頭、胸口、下巴墊地亦都得。再吸氣，褪向前，掀起個肋骨嚟到眼鏡上，呼氣下斗式，做多一組，吸氣褪前做平板，呼氣落地。吸氣打開，呼氣下九式，喜歡的或者下九式，或者將隻右腳拉向天，跟住一大步踏前，輕的左腳伸直高佢，拉起上半身，喜歡的雙手合十，或者舉高手捉住我哋嘅手踭或者上手前手臂，慢慢將個手臂向後方向伸展。如果你做呢一款咧，留意個膊頭會好自然咁升起嘅，但唔需要好刻意咧縮埋扯到耳仔嘅嗰個位置嘅。慢慢慢慢感覺到我哋嘅美容骨咧，逐格逐格伸長嘅，下半身穩陣壓向地，保持喺度三、二 ，feel 到我哋肋骨慢慢慢慢拉闊膨脹。一好望前頭，雙手合十，下半身仍然穩陣嘅，吸啖氣先。呼氣嘅時候放鬆上半身，扭向右。咁將我哋個左手踭咧拍喺右大髀嘅出邊嘅，望邊先舒服自己揀。左腳有力嘅推開地，右腳好穩陣，縱向地下，好 hold 住喺度。三、二。一反轉的武士式，左腳踭踩實地，同一時間上半身轉向左，垂低個左手右手臂過頭，吸啖氣，呼氣向脊嘅後面方向伸展，睇下望邊度。有啲人中意加到少少後彎咧，佢哋會望向天嘅。
留意到做咩都好，你会觉得咧条腰系伸长而唔系咧压实晒嘅。右边膝头哥打开佢 ，hold 住三 ，hold 住二 ，hold 住一，好去翻下九式先。摇下巴有个盆骨，然后做埋第二边啦，维持喺一个圆状又好，或者将只左脚举高向天，呼气左脚一大步踏前。后脚踭趾高嘅，跟住拉一个上半身，睇手要点放。每一个形状，你都想咧拉长少少嘅人，打开呢个人嘅，希望可以制造多啲空间。三、二、一，往前双手合十，放松膊头，吸气。呼气，整个上半身扭向左，放临条腰。三，确保条颈唔好唔舒服。二，一，望地，右脚踭踩实地下，同时上半身向右方向打开。垂低嘅右手，左手臂过头，跟住向后方向伸展，研究系侧腰伸展啦。定是望向天加个后弯啦。后脚要有力，千祈唔好冧。hold 住三，开二，好入走路，去翻个下九式先。由下九式，我哋吞吞前做个平板，跟住呼气落地。吸气，掀起个肋骨；呼气，下九式。然后我哋将只右脚举高向天，曲起膝头哥嘅，跟住我哋打圈，或者系直接膝头哥画完圈，喐我哋个盘骨嘅。仲有三、二、一，右脚一大步踏前，武士第一式，左脚踭踩实个地下，跟住拉起个上半身。睇要合十雙手啊，手叉腰，定係今次舉高雙手，扣住啲手指，伸直我哋嘅食指嘅。咁我自己中意，如果想即係俾多啲 energy 俾我自己，我中意打開我胸口同肋骨嘅，因為通常我呢個位好緊咯，我覺得打開咗好似舒服啲、鋸啲。好，跟住你望前頭，拉直只右腳，垂低右手，吸啖氣。呼气向前伸展，跟住左手放喺右脚嘅任何一 part， 可以觉得有力去推开佢嘅，跟住将个上半身扭向右，做一个扭转嘅三角形。咁留意下只左手，其实放脚嘅任何一 part 都得嘅，唔一定要放地下，总之喺边度都好，你觉得咧，唔系俾个地心吸力扯你落地嘅。右脚子宫张实嘅地 ，hold 住三。hold 住二 ，hold 住一，望地下，前面只脚曲少少，跟住双手合十，重心喺前脚，吸气嘅时候缩起只左脚，单脚企，脚嘅力要有，脚趾要咧有啲 activation 嘅，咁一系开咗佢，一系勾起佢啦，双手合十啦，定举高手指肌拣，然后保持只左脚系曲嘅。慢慢將只左腳板放落地下，換句話嚟講，即係右腳都要曲，即係做一張無影凳。滿凳之後，雙手板放大髀嘅，吸氣，膊頭打開，胸口打開望天，呼氣，捲埋個人，吸氣打開，呼氣捲埋，做多一組，吸氣打開。呼氣捲埋 ，hold 住喺呢度，跟住雙手板放地，雙腳踏後，站立飛升得下九式，左腳指向天，曲身打圈，三、二、一，左腳一大步踏前，右腳踭踩實地，武士第一式。感觉咧，我哋人系对住前头嘅，
咁啊，後邊膝頭哥有力噶喎，千祈唔好覺得好似扭咗膝頭咁嘅，用腳趾去走，唔好用個膝頭哥去走。hold 住喺度，三、二、一，拉直只左腳，垂低左手，吸啖氣向前伸展，呼氣，右手舒服地放喺左腳嘅任何一 part， 微微推開佢，同一時間上半身咧轉向左嘅，左手你中意包腰又得，舉高佢又得 ，optional 嘅，兩個大髀感覺想夾埋你嘅感覺。好啦，我哋望地下，前脚微微曲，双手合十，然之后我哋就要单脚企啦，重心喺左脚，缩起只右脚，头顶要垫到天嘅，呼吸仍然顺畅，保持右脚曲，慢慢落地，坐张凳，双手摆放大髀，吸啖气嘅时候，掀开个膊头。拉高个肋骨，呼气，卷埋个人做猫式，吸气，后弯，即系牛式，呼气，卷埋猫式，仲有一组，吸气，牛式，呼气，猫式 ，hold 住，手落地，脚踏后，下狗式，然后下狗式，褪向前做平板。然后落地，掀开个人吸气，呼气，褪翻下走，做多一 set， 吸气，平板，呼气，落地，吸气，打开 ，hold 住。呼吸，慢慢呼气，将人抬翻向后，去翻婴孩式 child pose。喜欢嘅保持喺呢个婴孩式度，或者如果喜欢倒立嘅你，可以嚟到兔仔式。咁我自己就中意点做咧？咁又其实几有你拣嘅，可以手板放喺个膊头下边喺地下度又得啦，或者从后边扣住啲手指嘅，跟住又额头。慢慢吸氣的時候就會咧 roll 到頭殼頂，升起個盤骨嘅。咁呢個咧就會有啲力喺個頭啦同條頸嗰度嘅。咁但係咧都唔應該咧覺得好辛苦啊，壓得好唔舒服嘅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慢慢去翻个婴孩式先。呼吸嘅时候，感觉到个背脊喐动紧。当你准备好，我哋就坐翻起身，坐得舒服嘅。左手放胸口，右手放肚皮，喺度做几下，好有意识嘅呼吸。每当你吸气嘅时候，感觉到胸口上升，然后肚皮会上升，而呼气咧，肚皮放松先，跟住胸口会放松。做几下呢一个呼吸，感觉到自己嘅心跳。感觉到自己的呼吸，感觉到自己的脑袋，感觉到自己的能量。准备好就双手合十放胸口，跟住摸晒双手有啲热力嘅，够暖咧就确保我哋合上嘅眼睛。準備好就可以張開手，打開眼。好多謝你今日陪我練習，祝你有愉快一日，下次見，拜拜。